今天教你怎样子加一个新的 menu 啊，就是来这个 home button， 我们的 sales menu。OK， 这边你可以自己去加你自己的 menu 啦。OK， 如果你要加，你就按 new page。好吧，我做一个新的给你看啊。OK， 我就加一个新的 menu， 可能它是drinks， 就加一个 drinks 啦。Okay， 然后我再加一个 food。So drink， 我们这边也要放它的 item 的嘛，不然的话你前面你 display 出来是看不到东西的。Example 啊。Okay， 如果你在前面的话你看到的，所以这边是看不到东西的，是个松的，所以你要加把那些产品都拉进去你的 menu 里面呢，你就要去 drink 这边按加，然后就 select 这些 item 放进去就可以，你要把它放进 drink 里面的你就 select 它，然后 done， 就这样而已。